30年前就开始在讨论新媒体术的保存，于是有了所谓的 Time-based Media Art Conservator， 就是数位艺术的保存修复师这样子的角色存在。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台湾现在还处在非常起步的阶段，可是国内美术馆其实都有典藏数位艺术的作品，那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子一个比较是属于研究计划型的展览。我们是不是先子权先简单说明一下？好，我先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这次的展名就是穿越光墙阿凯博尔 Live， 其实就是呼应到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虚与实的实践对照，透过老师原本的在数位中心呈现的一个空间装置，然后到现在透过 VR 重现的这件作品。那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要透过这个展览来探讨说，典藏在跟再现科技艺术作品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把这个议题放出来给大家来做共同做一个讨论。然后这也是这个议题也是我们跟数位艺术基金会的概念美术馆来合作，然后发起了一个科技艺术典藏基础计划，就是 Safe Media Art Project 的这个核心议题。其实上星期开幕的时候，陶伦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从台北数位艺术中心，然后到现在这里的台湾数位艺术中心，这10年间，其实从原作跟 VR 内容重置的这样的对照，其实就见证了这10年来科技的进步以及创作媒介的改变。然后老师最近的创作其实也跟 VR 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其实非常期待今天的对话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火花，特别是当我们试着用 VR 来作为一个它可能是在线吗，或者是一种典藏的工具的时候，它实作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可行性以及限制，然后特别是在观众的体验上又会有什么样子的不同的转换。那我们等一下就是时间还是交给这两位主角，那我们等一下会先请老师先简单介绍一下2009年当年那件作品，可是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时候新闻的一个画面片段。表达就是希望让不用看影片，我们请老师直接自己说明他那时候的作品。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当时其实玩光的这种媒材，大概玩了3-4年。本来是玩那种传统的舞台灯，因为对那种传统舞台灯比较感兴趣，它比较古典。一直不想玩雷射，因为雷射太像塑胶啊，那个感觉没有温度。后来是那个玩光，已经玩到那种一个极限，最后还想说，最后还是试试看雷射。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些比较小的作品，然后在那个数位艺术中心那个开幕展就把它变大，一个算雷射一个最大型的作品。那当时会玩光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当时台湾的录像艺术刚刚起飞，然后刚开始我也拍了几支录像，但也没发表，就是其实在大学时代也有在做些录像，但是比较天真反骨，就是觉得大家都在搞录像，我不是很想很想往这方向发展。那快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影像是要透过电子的媒体来展示，不是透过那个投影机，是透过电视，它还是一个发光体。那我们的透过视觉，其实光打到眼睛里面，我们才看到那个影像。所以重要的载体还是光的本身。所以那时候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大家都在搞投影，都在玩影像，那为何
不去重新去思考那个光是什么，所以后来才玩光。那当那时候有个想法说，光其实是在那时候刚刚有光纤这个名词，然后光承载了所有的大量这个时代大量的资讯，大家只看到光所承载的资讯的内容，但是忽略了光本身的那种算是它的速度感，或者是说它抹灭一切的能力，甚至说取一个名字叫终结历史之光，是这个原因。当那时候还想说怎么取一个手动的名字，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那大家可能也不觉得不知所以然，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所以那时候大致的想法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是，台湾数位中心第一档展览又用了我这个作品用 VR 来做。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我在猜，我说你们为什么会找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在这几天慢慢理出来，有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我不知道，等一下可能彼此碰撞一下，当初为什么要找我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大部分的新媒体艺术真的不能无法被典藏，因为尤其很多大量被那个城市运算过的，或者是有大量的互动装置，他能离开那个场域，那个装置的意义就不见了，甚至他没办法重组，因为毕竟那个人在现场跟那个整个空间的氛围跟那个人的感知会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透过光，因为光本来是虚的 ，VR 也是虚的。那当时在玩光的这东西，其实就是有这个想法。其实那时候，虚拟实际这名词也慢慢出现。当那时候没有，好像有去参观个公园院，那都是很复杂、很昂贵的设备，没办法拿来用。那那时候会玩光的原因，在想一个问题说，大家已经在谈虚拟实际。那我有个反向思考，如果我在真的空间里面制造一个虚的幻境，但是它是真实的，是虚，用光形成一种虚构的幻境，但它是真实的物体的空间，有没有这个可能？所以那时候会把虚拟实体把它反向成是一个叫什么？这个名词不知道怎么说，使你虚境嘛，是怎么翻过来？然后那时候是这样思考。那我觉得他把它转换成 VR， 如果用数位典藏的方式，或者是用所谓的原来的在线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把当时的人的那种所谓的体感或那个对空间的这种感受，比较容易还原嘛，就是这种，因为它两者都是虚的，因为两者都是透过光，大家戴着 VR 眼镜的时候，其实也是透过里面的光打印在你的视网膜里面，其实你也是被光骗，制造出来那种空间的错觉。那原来的那个镭射打在空间里面，其实也是一种错觉，它也是透过那个悬浮在空中的那些雾气，它有些悬浮的颗粒粒子，透过折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产生的错觉，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在想说，这两者之间看起来好像数位数很难再现，但是光跟 VR 这两个东西的再现的那个品质和技术比较接近。那我想这一次跟就是跟这么多伙伴合作的经验，我在想，在思考这个所谓数位典藏这个问题，因为上次有很多人问，我觉得好像不能用在线在谈，因为如果一个数位的作品要再把它用数位典藏的方式还原，我觉得当然也不能谈是再制，我觉得是一种重新的合作。它毕竟还是跟原来的不太一样，但是我刚刚会谈到光那个东西是它的美学还是一致，就是从某一个我比较在乎的是那种创作的原始的出发点是不是一致，那后面可能整个的状态
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但是至少在这两个在这两件作品，一个是原始的光，一个是 VR， 我觉得它的原始的那个出发点是很重叠，是还蛮高的。那我不知道，我先丢问题丢到这边，谢谢。嗯，刚刚老师问说为什么选择这件作品嘛？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跟就是文浩这边在做讨论的时候，其实算是蛮直觉的，文浩他们就抛出了这件作品，然后接着才发现说，哎，这件作品其实，因为老师刚刚讲说虚，哎，使你虚境，然后现在 VR 是虚拟实境，那其实，除了典藏之外，它好像又多了一层，像老师刚刚讲的创作的这样子的意义在，然后也特别适合拿来探讨实际的空间以及虚拟的空间，然后但是试着要去呈现一样的东西，它到底是真的一样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我想说，因为其实我们策展人的工作就是去考古啦，我们就是去挖说老师那时候作品那个，有没有什么记录啊？然后，空间是在什么尺寸？然后用了哪些设备？那其实实际上，在制作 VR 的艺维这边，他才是真正在面临怎么处理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之中，要再去找到那个实。但是实际上，那个实就老师刚刚讲的，它又是某种程度的虚。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请艺维来跟我们讲一下他制作这个 VR 内容的过程以及所面临到一些挑战。那我们先看一段实际上 VR 里面一个，如果你有去体验的话，你会看到的一个画面。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影片想跟大家卖个关子。实际上，不管是原作还是 VR 的，都是有声音的部分。所以还没有看过的人，就一定要去 VR 听，看到完整的作品。现在这个是只要是卖，主要是只是卖关子而已。好，那一开始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拿到资料并不多。那我们只有几张，就是当时候作品的一些照片。然后我们要想办法从那些照片中去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些效果，然后其实都会漏掉一些东西。像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只有做一个绿色光墙，然后也找了很多雷射光相关的照片，因为我们要知道说雷射光碰到墙壁或是碰到物体的时候边边会比较亮，然后我们就是先处理这部分。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还有烟雾要处理，然后甚至还有雷射光的旋转的那个残影，那些效果我们都要去解决。对，我们就是在制作的时候才慢慢的改比较多。然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场景的部分也要根据它原本当时候的那个空间的场景，所以它另外有请一个美术然后去重建的那个场景的部分。然后影片的光墙的移动部分，我们有根据它原始机器移动的那个速度跟它旋转的角度，然后用程式的方式去控制它，然后让它比较滑顺一点，就是它动态比较不会有卡卡的部分。我帮艺维补充一下，就是刚他讲到那个，等一下，光墙就是动态的部分，因为我们当时在考古的时候，有发现老师在文件里面有一张这样子的一个轨迹图，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说，老师透过，因为老师有提到说他是透过程式运算让那个雷射装置去移动，所以我们就跟老师讨论说，是不是从他是从这八个图片的 pattern 里面去发展出来的，所以进而我们就
发，就是我自己这边，我就先做用动画软体先去模拟了当时可能的怎么去变出这些形状出来的方式，然后后来我们有跟立伟讲说，他可以看影片的方式去参考说怎么还原光墙的这个移动位置，然后因为这个位置算是我们从上视的一个角度看，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它每一个 pattern 到每一个 pattern 之间它怎么去过渡，然后大概旋转的时间会是怎么样的方式来还原当时老师在这件作品所规划的一个程式运算的方式这样子。嗯，然后易伟有没有觉得说在 VR 制作上碰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就是除了 source 比较少一点之外困难的部分就是主要就是针对光墙的部分要还原那些效果，但是因为就是没有真的实际去看过，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像光墙其实拆了三个部分，就是我先做了一个墙壁，然后去算它边缘让它比较亮，然后我还打了一个光，然后又加了烟雾在整个场景里面，然后烟雾里面的那个光线的部分我还加了一些灰尘，就是因为实际上面你看到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灰尘或是一些就是小小细细的东西在空中漂浮。然后就是要加一些细节，然后让它整体看起来比较精致，就不会说只是一面绿色墙，然后它的烟雾也不会就是那种逼真。嗯，然后比较难做到就是因为它烟雾毕竟它不是真的烟雾，所以你手这样回过去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做一些互动，但是程式是可以做得到，只是它效能会变得比较不好，因为它每个烟雾要变成很多很多的小颗粒然后去组起来。嗯，然后我们都是把效能的部分应用在光墙跟视觉上面，对，就是把那些运算都放在那部分。那你有没有就是听老师刚刚介绍他的作品，跟他在讲说虚跟实之间的就是转换的时候，然后你现在听完有没有觉得说你在做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回馈，就是你有什么样刚刚听完老师讲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其实我会蛮好奇，就是他实体上他应该除了视觉跟听觉他应该还会有其他的感官，就是像是烟雾可能会有湿湿的，或是应该是有可以摸得到一点点感觉，我在想应该会。那老师要不要回答？实际上是真的会啦，就是它打出来其实很像那个薄化的水墨，就是它会有晕，就是那种水汽流动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个的确，那个 Unreal 跟 Unity 可能是还蛮弄，不好弄。嗯，就是要运算那些回过去的物理性质的话比较难。嗯，老师，那你上礼拜有来体验过 VR 吗？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还原的状况，根据你对原作的理解，因为其实我跟子权也都没有看过原作，我相信在座看起来大家也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或是更小，可能也都没有看过原作。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一个身为没有看过原作的人，我们要去怎么还原这样子的一件作品？那当我讲还原的意思是，就典藏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这件作品它的记录是否足够在未来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展出？对，所以那听一下老师对于还原的想法。其实这个空间跟原来的空间算是大小一样，但唯一不一样的是原来空间是白墙，然后现在的空间只能是黑墙，因为黑墙是原来最我心目中最佳状态，但是因为当时那空间实在太大，那人力物力不可能把现场变成白墙，所以用 VR 来做的整个效果当然就是原来那个时空不允许，现在已经可以把它模拟出来，原来想象成是最佳状态，所以我倒觉得那个 VR 的效果会比原来的效果还要好。是哪一个部分还要好？就是因为它是全黑的。全黑的。对，因为这种光的作品有点很难搞的地方是说，它第一个是现场一定要黑，第二个是它不能有任何漏光的东西进来，只要有一点点光线漏进来，整个就破功。那在原来的展场其实很难克服那个东西，因为展场太大。
因为老师当时其实就是用了三座的雷射光机以及两座的烟雾机嘛，对，那当时有试着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方式，但是后来发现还是没有办法。怎么说？因为观众要进场啊，他一定会有一个门。那这然后现在在 VR 里面，因为没有什么观众，观众进进出出，那个门的光，那个光一定会透进来，所以那个现场展示，我不知道，除非说特别为这作品，因为之后在有的地方展小规模，那就比较好控制，特别为这个空间把它整个的光线隔绝的非常好，比方说进门的地方做好几镜，可以转折，或一些黑的那个布帘。那当时其实是因为、怎么说，因为其实做新媒体有时候很难解决问题，是说有的时候作品要拿到现场来摆，整个下完之后才知道哪些地方还要修正。那个有时候一旦想到像我刚刚碰到这些问题，那就是很难解决一些大的工程，所以那些物理的限制，那在 VR 里面其实就没有这种状态了，就是它毕竟已经没有那个地心引力的影响，所以我不知道 VR 有这个好处啊。那当我们现在这个计划是在还原一个物理空间的原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 VR 最大的特性，它并不是在再现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它就真的已经没有地心引力，它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它的美学应该是另外一件事。但我现在讲是离题了，就是没有离题。刚好接着老师刚刚讲的，因为其实义伟这边在制作以及跟我们还有整个团队讨论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我们实际上觉得如果照着原来的场景的尺寸来做就会没错的问题，就会看起来像真的东西。实际上进到 VR 制作以后，我们在戴上 VR 眼镜，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有一些部分是有刻意去把它用别的角度去调整的，这个部分也请义伟跟我们说明一下。其实就像刚老师说的一样，就是如果你真的现场要去架那些雷射光，其实你要考量到现场的，就是你要怎么样架，然后要怎么布线。但是在 VR 里面其实很方便，就是如果我要灯照到哪，我就把它移过去，然后要多高要多低都可以。然后像是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要实际测试，然后去调它的大小，我们有真的就是我直接开个电脑，然后直接用专案档，然后去调里面的参数，就是灯要多高要多亮，然后使用者就真的带上去，然后去帮我测说他觉得这个效果跟当时候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然后我们就是现场去调，然后还有地板的高度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尽量以每个人，因为每个人带上去的感觉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有抓就是几个人来，然后去抓一个平均值，然后想办法让效果就是跟当时候是接近的。我自己其实也是到 VR 快要完成的那个时候才有看到 VR 的内容。那时候因为有特别提到说，包含说一些暗面的材质的处理，跟其实天花板的高度有调整成不是原本的那个样子，是吗？对吗？那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调整？就是它原本其实它天花板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在 VR 里面我打光的话，它其实会连天花板都会照到，然后你就会看到天花板其实是有一个高度在。但是事实上好像他们体验的时候，就是他们之前体验的人说，就是天花板他们往上看其实是黑的，所以他们看不到有一个高度存在，所以后来就把天花板往下压，然后让上面看起来比较暗一点，然后去还原就是当时的效果。我可以帮义伟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有讨论一下说那个天花板有点高这样，是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上面是一个栅栏式的，然后有点算是为了美观，所以他把用栅栏的方式把像一些楼板的那种管线啊什么东西挡掉。然后其实因为老师当时的雷射光源也没有这么的完整到这么的亮，可以去
刻出每一个边缘的界限的那种感觉，所以变成说，当他我们也没有把水管加进去，然后什么那种实体物都加进去，我们只是把楼板跟那个栅栏的放的，实际的这个部分物件建进去，可是扣掉那些之后，其实它就会有一个高度在一个空的地方。那所以为了让上面的感觉又比较接近作品的作品呈现的那个当下，所以我们才调整了那个屋顶的一个高度，让它看起来比较接近，比较是一个你不会特别去注意到它说，哎，为什么你看上去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高的地方这样子。其实是希望小尊那个义伟可以再多分享一下那个实际制作的过程，然后可以简单比较 technical 的说明一下你是用了什么样子的软体，然后当初你在接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你对于这样子一个要去还原这样子一个作品，你的看法是什么？主要就是我是用 Unity 开发，然后光墙的部分有写了一个学的，然后就是当物体碰到的时候，它会去算一个高光的一个效果，然后那高光的效果可以去调它的 range， 就是那个渐层要多大要多亮，然后主要就是因为像在 VR 里面看到的手是半截的手，但是其实事实上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其实连手臂都有的话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就是连手臂都有的话，你又要考量到说他手肘在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精准的捕捉到，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就是你的风格，虽然 VR 都是追求真实，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统一的风格会比较好，就是你不一定要追求非常的逼真，因为当非常逼真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到手的材质，然后他皮肤的纹理，或是就是其他场景里面的一些观众的那些贴图什么都必须要到很逼真，然后当有一点点就是比较假的话，就会容易造成晕眩的效果，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不合理，然后你可能就会容易头晕，所以风格的话，我们就是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卡通，然后比较接近，就是会比较舒服的一个材质，然后去贴，然后在制作光墙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发现，一开始我们以为是等速移动，所以我们用程式控制，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光墙在移动的时候有时候会加快，有时候会变慢，然后我就是有针对大概每十秒或五秒的时候，我切一个段，然后去算它的角度，就是它时间到的时候它就必须在那个时间点转到那个角度，然后每一个时间点去把它切很细，所以它光墙移动的时候就会跟当时候的移动是一模一样。老实说，刚刚义伟提到跟光墙移动的一模一样，其实我们也不是这么有把握。老师有把握吗？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很有趣的，就是光墙到底它移动的 pattern 几分几秒乃多少角度，对这件作品来说，它是真的这么重要的东西嘛。对，那其实我们在正式制作 VR 之前，有先跟老师有了一次所谓的就是访谈，然后但是那个访谈内容是很具细迷疑的，针对当时老师使用的媒材，然后创作的主要是在技术层面，为什么选择这个雷射光，然后他用什么方式去制作，然后调查了过去老师所留下来的资料。那其实这一次比较可惜的是音乐的部分，其实我们并没有从老师当时留下来的东西里面找到，意思就是当时是找那个就是北艺大这边的校友系友，就王延成来制作音乐，然后因为当时是老师委托王延成老师来制作音乐，所以我们这次同样也是给他我们收集到的元素，然后请他再重制一次，只是相对来讲一定是有落差，因为我们都没有听过真实的声音嘛，对吧？老师自己觉得说，以这一次的状况来讲，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还是他那个。声音其实配合光，因为光墙在移动的时候是有一个缓慢在加速，所以它那个声音是配合缓慢在加速的声音，大概就这样。其实就好像赛车，其实有点像大家听那个
飙车的声音，刚开始起步，然后慢慢加快，大概是那样的声音。不过好像我那边也没有什么影像的声音记录，就是好，对，可能王连成也没那个档案。有，就是我们有回去问王连成老师，就是说当时留的音档也都没有，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那个时候留下了多少的资料，会取决于后续我们能够有多接近原本的还原的程度。那在音乐这个部分，如果这是但老师的作品非常的重要，所以音乐这部分其实就是已经算是消失的状况了。那今天 VR 里面的，如果现在没有办法听到，但是就是一个重制的版本。那老师当时这个音乐有特别请王连成老师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制作，或是给了什么样的指示？我大概是给他一个原则，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正常时间的时候，就是刚刚讲那个汽车加速的声音。后来我记得好像有安排两场表演，那时候也是找我们的同学，那个现在跑去开瑜伽教室，那个叫什么？啊，那个邓婕妤。邓婕妤是他有两场表演，那两场表演的声音又是另外一套。那两场表演的声音可能就是刚刚我们放那个纪录片那个声音。那它是搭配那个整个身体动作的声音，就跟那个光强没那么直接的那个那么准。老师刚刚提到表演的部分，那其实我们这次是刻意将表演的这个部分并没有涵盖在还原的内容里面。对，那因为那时候也是有跟老师，我觉得老师那时候访谈的时候给我一个回答很有趣，是说在老师一系列的雷射光的作品当中，这件是最花俏的。对，那在这个部分老师可以说明一下。主要是他当时这个空间很大，然后中间有两个柱子，然后以前的作品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一道光啊，那它的空间很复杂，所以它等于是要，所以那时候刻意安排了三道墙，光墙去配合中间有两个柱子去切割这个空间，然后的确后来就越想越复杂，越想越复杂，因为这个空间又那么大，人又进来，它其实那个墙壁。当时其实想要做到一个音效是什么？因为那个音效做不出来，我在想，现在 VR 应该可能做得出来，就是墙壁在切割到人的时候，声音会改变。当时本来想要用，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影像侦测的那种软体可以那么精准，切到人之后可以发出声音。那时候想法本来是最初是要做这样子，但是后来就作罢了。才会做成是我刚刚讲说那个它有个加速和停止的声音，那现在 VR 可能就比较容易做得到。VR 的话其实可以在墙壁上面或是人上面加一些碰撞，然后当它碰到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截取一小段然后声音，然后去补它。然后其实在这个作品的声音的部分，其实我在城市有加了，就是因为我想说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我加一点回音，然后让它声音比较有临场感。其实当时要做雷射光会我觉得当时比较激进，就是攻击性比较强，是有种暴力，好像要切割进来的每一个人的那个状态，所以那时候声音会刚刚想说要做这种声音，是这个原因。好，了解。对，可我觉得 VR 是另外一种东西，因为像刚现在这个 VR 版里面有两只手，对不对？我现在做 VR 里面是绝对不会有人的，因为就像您刚刚讲，就是说因为人太难搞，就是人一定是假的，所以就干脆不要人了。那第一个是你在 VR 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身体，自己的身体不可能做到完全逼真。
是不可能，是每个人要每个人进来要再扫描自己，再把它丢到那个 Unreal 或 Unity 里面，不可能，那个效能太高，也没有人这样做，所以干脆没有身体，所以不知道，就是，所以我现在在做 VR 的时候，可能那种身体感，当你不要看到你自己是没有身体的时候，你的身体感是强的，但你看到你自己的是没有身体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知觉是不存在，所以会跟原来这个状态有点不太一样。嗯，对，就是如果你的模型跟人不一样的话，其实你会感觉有点奇怪，就是你可能脚往前走，但是你的模型没办法一模一样的跟着你的身体动，或是你的手肘，或是就是只要摄影机没办法抓到的话，它就没办法抓到你的骨架，然后去对，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很奇怪的话，其实你就很容易头晕或者是想跌倒。我觉得刚刚老师跟义伟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是这次展览算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抛出来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回到现在所谓的虚拟实境的身体感这件事情。那今天其实我有问了一下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是陆陆续续大家来这边看了那个 VR 内容的反应是什么。那因为他们其实都有偷偷的在拍照跟测录，就有些人可能戴上去几秒钟拿下来，但是有些人他其实是会用自己的身体去跟这个场景互动，那有些人甚至有坐下来，然后来感受这样子的空间。那因为我其实是也蛮好奇，当初老师的这个空间是不是其实也有看到有观众有这样子的行为，或是就是希望观众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行为。这个作品我记得当时好像有限制人数，我记得好像是一次进去五个人，因为怕人太多，就是每个人身影挡到那个作品。那以前的状态在以前最早是做那种水平和垂直的那个光墙移动，那场地大的时候的确是很多人待在里面。那我印象最深有一次小朋友，我有一次是不知道在哪里展，在关渡还是在哪里展，那边管员跟我讲说有一堆小朋友在那边待了半小时。我在想，当然那个烟是没有毒了，吸了那么久，回到家里面会不会怎么样？那的确是很多人会在里面玩，但是这个雷射我觉得看起来就比较暴力，它不像以前的，不像那种古典的那种传统的灯泡有温度，大家会待了那么久。也没有那种光，也没有威胁感。那雷射光的威胁感就比较强。那因为其实这次 VR 也有试着去还原，观者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会有一些那个小，好像柯南里面那个坏人，就是黑影人的部分。对，嗯。那其实那个时候光是要制作那个人，我们有了一些讨论，对，看到吗？等一下，远方有一个站在那里的人。那我们当初是把它设置在距离观众他走过去不会碰到的地方。那因为现在那边展场的空间是一个比较小的四方形，那原本的是长方形的，所以就是刻意把那些黑人放在四方形距离的外围。那时候有这样子的人物的摆设，主要是我们在跟老师访谈的时候，老师也说到希望看到雷射光切过你的身体这样子一个轮廓的画面。对，然后义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人的制作这个部分。人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我们在想那个动态，然后有跟他们策展人员讨论过很多次，就是想说他们是要挥手还是要做什么动态，所以我们拿捏很久，后来想说就干脆让他们用，他们的待机部分我们用了三组，就是他可能会手挥动，然后有可能手会突然伸出来，然后想摸墙啊。或者是他就是到处看，然后用三组，然后去随机的去轮他。嗯，我可能是看的不够久，所以我没有看到他挥手，我也没有看到他跑去摸墙这样子。对，那但是那个人你是另外建模型，还是要怎么去
就你刚刚提到有一个统一的风格，在这样 VR 的里面有一个统一的风格，它可能比较不会造成观者在认知这个世界时候的差异。那这个人的模型，就是 Unity 上面会有很多的就是资源可以用，然后它里面就是他们有很多免费模型，然后我们找了一个比较适合，然后风格比较像的，然后把它丢进来，然后又根据打光，就是有一些打光，然后它的材质球有改过，然后让它就是跟周围环境比较像，然后其实就是它其实是有颜色，然后它衣服上面那些材质都是有，只是你远看的话你没办法看到，你只能看到一些细节在里面，但是其实就是它是有那些，他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其实我没有仔细看，我还真的以为他只是一个完全黑的人，就是原来还有穿衣服上面有细节。这样，那你有试过就让他真的全黑？那在视觉上看起来那个很微小的差异是有影响的吗？如果他全黑，因为其实这整个场景都是有打光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全黑的。就算真的是全黑，一定也看得到一些纹理或是什么的。就是你在黑色场景里面你是不可能看到完全黑色的物体，然后在场景里面的打光里面，黑色的部分有打蓝色光，然后有打一些其他的光线，让整个场景比较精致，就是它不会说单一的绿色。说到打光还有墙壁之类这一块，我就是想到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记得是哪个部分本来没打算要加进去，后来又加进天花板，对不对？就是你说灯光吗？就是其实真正戴上，大家如果有去体验到，然后戴上去之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天花板的这个有一个格栅的阴影，就是等于说你看到某些边缘的阴影部分，它带一点紫色。然后其实正常现象来讲，其实不会看到这种紫色，其实看那个右边地下地板那块有点紫紫的，然后我有问奕伟，他说，那个是什么原因，然后是怎么样制作的？他有说，其实他加了一个有点像是一个特效的一种材质进去，然后我们有试着把它拿掉之后，然后我们有跟制作就是其他团队的成员讨论说，这样好像就有人就觉得说，这样子好像又空掉，又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还是以保留这样子的一个材质在里面，然后其实有点回应到老师刚刚讲，他把有点像是其实这次做的 VR 有点像是回应重新的再制作，而不是一种重现，就是怎么讲，又增加了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在访谈过程中，老师也有提到说，像刚刚老师提到说，他其实最早的时候声音想要做到就是，当光墙扫过的时候可能会有声音的变化，然后访谈中老师说到了这个方式，或者甚至是现在 VR 有一些穿戴装置，当我们只要穿戴之后光墙扫过会有一个震动的方式，可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老师有讲到说，可能他又会这个东西他可能会变成一个 VR 的版本，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作品，老师要不要做再针对这部分来做一些说明？其实原版跟这个 VR 版其实我觉得有点类似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我在思考数位艺术创作的时候，我会想一个事情，就是艺术有原来它的威力，在新媒体一样，拿到一个新媒体的媒材，怎么透过一个艺术思维去寻找。它是一个科技，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东西，在工具理性的背后，某种把它制造出来的某种场景或者某种氛围，可以瓦解整个工具理性的这个整个机制。那光也是这样，因为光它其实看到，如果真的房间整个全部是黑色，它看到一个非常深邃、一个没有边际的空间，这好像是，我不知道。人类整个世界其实基本上我不知道，我是很以前看了很多左派的那个理论，尤其是尼采讲他整个人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符号嘛，然后当代的很多的那个科学家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投影，那只是透过光来制造一个
我们一个投影幻象的世界，然后现在它在你在你眼前呈现，好像是一个真实的墙壁，真实的光墙，其实一切都是虚假。当光全部不见了，一切都是黑暗的。那正巧，其实现在在玩 VR 也是这个样子，它也是人类创造出来一个很大的，你讲它是幻境也好，如果从很唯物论的美学认为它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它是一种幻境。但是从我对艺术的那种威仪那种角度来谈，就是 VR 它又是一种新的一种，我不知道，我把它认为是一种形上学的再现，就是我们想象脑袋里面想象出来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一个空间，没有边际，不受物理，不受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议题或者这些人为控制影响的一个没有边际的世界，然后只是透过科技把它展现出来。这两个东西的背景其实是一致的，所以我又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说，其实我在思考说这两个东西，你说它是再现，我觉得是观念上真的是再现，对，观念上是再现以前的观念，只是用不同的工具在做再现。那它的整个的场景的那个物理，包括虚拟的整个的这个视觉效果，或者是那个身体的体感效果，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那个全新的东西就不是再现，但观念上我觉得是一个再现。我不知道这个就不这个跟今天谈这个数位典藏的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接近。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很契合题目啦，因为其实现在国际上在谈所谓的数位典藏。我现在讲数位典藏是指它本来就是 born digital 的东西，然后我要将它做典藏，其实也是有两个不同的派别。那有一派它可能是比较遵循的所谓博物馆学的一种，我要先编目，然后分类，然后把那个档案每一个都弄得清清楚楚，这个档案是什么，然后哪一年做的，用什么软体的哪一个版本，然后他们甚至会去搜所有这位艺术家所创作的每一个软件的过去的版本，然后因为最好他安装档要存在，不然那个几年以后我找不到这个安装档，或是找不到这个电脑怎么办？那这是比较传统博物馆学的一个派别，他们等于是用图书馆资讯以及那种很具细迷的方式在盘点这件作品所有的组成元件，然后把它做最好的标志跟标述跟储存，然后做好几个不同的 copy 这样子。但是有另外一派，他觉得重要的反而是那个概念的核心。那这个观念今天我只是用不同的技术或是不同的媒介来做重新的再制，那他们称呼这个策略方法叫做就是 reinterpretation。 那其实会先做访谈的原因也是我们要了解老师他对于他的作品所谓被再现的方式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对，那有些艺术家他可能就会觉得不，这个完全跟我的原作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像老师就提出了他在某些部分是有被保存的，可能是观念的部分是有被再现的，但是在体感的部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这边打一个问号，就是刚刚老师在讲体感的部分，好像体感其实对于原作来讲，就是暴力的雷射光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也是观念的一部分，但是老师又同时说观念的部分是延续的，所以是不是在所谓的这个作品的观念上还可以再切分的更细致一点？老师要不要谈一谈？这个你们想得太细，我是没有想那么多。因为 VR 的体感会跟那个原来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 我自己也是这种创作的过渡，因为真实的物理空间的体感
当人与生俱来，但 VR 体感是被科技赋予的，那个是后天生成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很难讲它是在线。我觉得如果在 VR 里面来讲体感，它不能讲说是在线体感，它应该是生成一种新的体感，它跟原来的体感是整个混合在一起，所以这就变得更复杂，就不能用在线来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今天就是，这其实在国际上都还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像这样类型的跟空间还有时间还有互动这么有紧密连结的作品，它在所谓的被说典藏的时候到底会怎么去认知以及界定到什么的范围。然后其实所谓的像我们这种朝向要成为这类作品的保存修复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会问出这种艺术家他自己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的问题，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切分这么细。但是这么细其实就会影响到说今天他如果真的是一件美术馆的典藏品，那我要在展示的时候，但我手边又原本的工具都没有的时候，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作品每一个细节的每一个部分。对，然后只是今天 VR 我们觉得是像老师刚刚讲的是一个一种工具，那我自己认为它是一个记录的工具。那在这样子的制作过程，包含说和艺伟讨论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说哪些可能是当时应该要留的，或是哪些细节是当时没有留下来的。那因为我知道艺伟其实他自己现在在做的也有跟文化资产在线相关的一些案例，那他使用的是用 AR 的技术，那你等一下可以简单谈一下你的那个计划，然后以及使用 AR 跟 VR 它的差别是什么。因为我也想过今天如果是用 AR 的话，我们也可以在那个空间，然后让观众拿着一个Pad， 然后他对到这个空间，可能也会看到，哎，里面有一个光墙进来，那又会是什么样不一样的一种在线的方式？就是我现在之前在做的作品，就是我还原西本院士，他已经被就是他本堂已经消失，他只留下下面的台基，就是石头，然后的楼梯可以往上走。然后 AR 的优点就是它可以跟实体做结合。就是它不会像 VR 一样，就是全部都是虚拟的，所以我就是让就是在楼梯上面的平台上面，然后用虚拟的方式直接重现一个庙，所以你可以在平台上面走来走去，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西本院士庙里面的样子。然后在制作那个西本院士的时候，其实我们找了很多资料，就是我们找了他很多建筑的图，然后去还原他，然后他连照片都很少，连材质或什么其实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还去找那个日本的西本院士去参考他们，就是他们建筑上面的一些梁柱什么的都有考究过，然后去还原它。然后像这个作品如果要做 AR 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做到的，就是 AR 我们可以先扫描现在的环境，我们可以知道墙壁的深度在哪里，然后平面长什么样子，所以光墙如果切过去也可以做出那样的效果，但是可能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没有做过，我也不知道。对，其实 这个作品还是以体感为主，那 AR 可能体感比较不太能够达到，除非只是戴眼镜式，但现在的科技又还没那么到位，就是 还是假假，所以全包覆式的 VR 是比较好，容易那个，就是看起来比较逼真的，我不知道，因为就是你原始空间如果很亮的话，其实你在看光墙的话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可是如果你把你的实际的地方就是把它弄暗的话，其实在辨识上又会有点问题，所以还会有一些限制在。我刚指的另外一个空间指的意思是说，因为我知道 AR 的特性有点像是，因为像你的作品它有点像是现地还原，可是当今天我们没办法回到现地的时候，那 AR 会不会就是好像又
不太能够重现这样的东西。如果是 AR 的话，其实就是它的场地就换了，它不是就是当时候展览场地，而是现场，就是直接在现场产生光墙，然后这样移动。那我们要不要先开放问题，让我们开放讨论这样子？对，现场有人有想要提问的吗？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是蛮想要讨论典藏这件事情啊，但是其实就是因为从一个保存修复师的角度来看待所谓新媒体这样子作品的典藏问题，所以今天其实特别有趣，因为我们如果把作品代换成一件譬如说水墨作品好了，然后今天有一位画水墨原作老师以及一位画伪画的或是仿画的人，模仿画的人，然后他们竟然在讨论就是谁的技法或是谁的使用的媒材比较好，而且可能原作老师还会觉得说某些地方是这个伪画的人还要好的，就是比起当年来还要能够达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新媒体艺术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把那个物件换成传统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认知以及思维的方式，所以这也就才表示说我们需要一个完全跟传统的保存不一样的一种修复的观念。对，所以现场有人有想要提问的吗？或是说对于老师当时那件作品制作的一些过程，或者是跟 VR 制作技术有关的细节都可以提问。想问一下那个策展人在想这件，就是一开始提到2009年的时候的旧作，然后陶老师谈到在现实空间当中，就是光它本来就是光是作为一个没有内容的载体的这件事情。那今天当这件整件作品被因为典藏的关系被再现在虚拟实境上的时候，它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绿色镭射光反而变得很视觉、很图像化。那当两个不同的，讲作品嘛，两个不同的呈现的方式，会产生某一个在阅读原本的概念会有一个不同的那种感觉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在策展人的角度会怎么去看这件事？好，其实回到刚刚为什么我会问老师这么细的，就是观念他到底，老师所讲的观念延续这两个字里面实际上很细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就我自己看待这样子的东西，一个 VR 我们也还没有定论说它是典藏还是在制还是什么。那对我自己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录。那我们有时候我觉得典藏保存只是要钱要人的问题而已啦，就是有这样子的记录，今天我如果透过这样子的记录，然后包含说老师所留下来的一些史料，我可以去还原，我只要有钱，然后去把再去找个新的镭射光机，我是可以透过这样子 VR 的记录找到那样子的空间，然后安置这样子的光机，然后我是可以去重新真的在实体的空间再制这件作品的。对，那这个比较是典藏保存面向他在探讨的，我怎么去真的再制这件作品。那关于 VR 里面的这个光的感受，其实现在国外他们对于这个部分也有人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很幸运老师都还身体健康还健在，对对对，这是很实际，这是典藏上面很实际的问题。那我们其实台湾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新媒体艺术家，我们可能在还没有办法做类似这样的计划之前，他们就我们再也问不到他们对于他们原作品的想法是什么。那现在国际上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包含说艺术家的参与是很重要的，那他们看待他们作品的每一个媒材的细节以及感受上是都会需要跟艺术家做详细的讨论。可是他们也有人觉得艺术家的记忆可能有
会改变，或者是待考虑啊，就是对，因为他们可能像老师讲，有时候可能不确定当时的，就是从，毕竟现在作品可能相隔9年、10年，然后可能有些记忆，他不一定是还详细的记得非常的清楚。那在这样的问题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当时的一个状态，然后还原到完全一样？可是我们之前，我跟宇先在美术馆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个状况是，老师他可能是比较感觉型的，所以当我们想要跟他讨论说他早期的那个做法，可是他跟我们讲的时候，有时候有点因为他现在的感觉被改变，然后我们再重现，或是我们再调整，就是再现他作品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差异，所以变成说，其实透过 VR， 我们也是对我们来讲，这是第一个尝试，然后可以知道，可以尝试说，就数位原生的这种作品来讲，我们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进行，不管是保存或是典藏等等的。那我觉得对于刚宇先来讲，其实 VR 它变成一种记录的工具，我们可以当它变成一种记录的工具，然后来记得这件作品可能呈现的一个样貌等等状态。然后，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没有完全回答到你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本来有想要去把老师原本的那个镭射光机，老师还有留一颗，现在放在应该在这边啊，应该是在这现在这个空间的某处，就是当时使用的镭射光机。然后我们本来想要在那个空间找一个地方，让那个镭射光机可以动。那其实就会变成有点像一个科普的展览，你知道，就是这一件作品的科普展览。然后我把它当时用的那个机，镭射光机，然后机器设备什么的也在现场放着。但是那时候，就是遇到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包含说，因为镭射光需要烟雾才有办法成像嘛，就是成为这样一面墙的感觉的方式。对对对，那就是目前的展场可能也是有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就没有把那个镭射光机拿出来。对，那但是你刚刚问的问题是在于那个光，它我其实承认它已经跟原作的想要达到的那个视觉的感觉应该是差蛮多的。对，但是就典藏保存的重点来讲，我就必须要清楚知道说，老师选择的是镭射光，不是 VR 里面的这道墙。他的原作是那个镭射光，不是 VR 的这道墙。可是我知道他当时是要呈现这样子一个墙面的感觉。对，好，我觉得可以回到刚刚老师讲，就是体感这件事情啊。因为就是我们从现实的那种体感的感知跟变到 VR 的感知，然后老师也有说，其实就 VR 的内容的呈现，它因为空间更暗了嘛，所以它的效果更强，然后那个效果反而变更趋向于老师当时的一种想法。然后我想讲卡住，就是当然我觉得视觉上一定有差，因为当时老师有提到就是空间太大，他也没有办法把整间放到全满的烟雾全满的状态，然后让整个光的漫步到整个光场是很像现在 VR 制作这么明显的状态下，所以在视觉的感官上一定就会有一个落差在，对吧？老师有没有想要补充什么？其实类似光的作品展过很多次了，其实我觉得如果要真的忠实，假设我先撇开我自己不是这个作者，真的要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讲，很忠实的把一件作品给典藏下来，我现在发觉不能问艺术家太多事情，因为艺术他随时思绪会跳的。比方说同样一件作品展了好几个空间，展了第一，如果你问他说我今天要还原第一个空间，他可能会很诚实跟你讲第一个空间他在想什么事。但这件作品如果展了5次，可能到了第5次的时候他想法又变了，然后现在又变成 VR 版，变成第6次，想法又在推进了一步，所以可能这6次讲的都不会很准。我在想啊，可能像刚刚大家的对谈里面，我发现我有出现这个状况，就是
你们要用 VR 还原的时候，我会给你们出点意见，要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其实是已经没那么客观了。那我不知道，我当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大家一定会面对的问题，就是数位数怎么点上，怎么还原。那对我来讲，我在想要怎么定义这个数位艺术典藏，对我来讲，可能是真的是一个新的创作。我倒觉得，不论艺术家还也好，或者是典藏单位也好，就是抱着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说，要不要100%很忠实的把它原来的物理的状态整个还原？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就是说，毕竟它是一个现成物，就是它用现有的科技，它就是一个 ready made 的概念。就是我觉得重要还是观念，就是一个艺术家透过一个现成的物体、现成的科技，把它怪力乱神也好，或者是把它变造也好，把它弄成一件作品。所以重点还是它，还原的过程之中，那个观念能不能被后面的人看到？那个效果，我觉得一定还是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比方说，今天有一个行为艺术家在某个空间表演一个行为艺术，大家可能在场的人跟看他那个录像记录的人完全不一样。那假设我们今天要把那行为艺术在这个现场再现，他今天面临的问题也会跟这个问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那我觉得他还原，像我不知道，三个月前我去那个马德里，看到他们那个索菲亚美术馆，他们在展示一个，听说啊是西班牙一个很重要，大概1960年代一个很重要的行为艺术家的一个个展。现场全部都是那个馆员在还原他的行为艺术，就是馆员一大堆都在表演。那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那到底要还原什么？那一定是不像的。那当我对那艺术家不是很了解，我在想应该还原的重点是当时的艺术家那个观念能不能透过这些馆员他们在模拟那个行为给表达出来。因为整个的行动节奏、空间一定是跟原来的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作品我觉得 也有这个同样类似的想法。就是老师刚刚讲到那个作品的概念，就是让我想到，就是前阵子去纽约 MoMA 有看到一个，也是应该也是类似可能概念的一个作品，然后它就是一个展间，然后它两端有个出入口。所以当你进去的时候啊，你就会听到馆员他拍手，然后来唱个歌，然后他们就会在里面。然后所以当你进去这个空间，他也会要你一起加入这个，就是唱歌或是拍手这个行为。让你离开之后就没有停止这样的行为。然后他在展间的出入口都有立一个牌子，就说你进来这个空间都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有看他的说明牌，他其实就写了这些一些有点像指示吧。所以我觉得有种对于说这样的作品来讲，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就是保存了它的概念，然后怎么样被延续下去这样子，对啊。然后我有一个延伸的问题想要问老师，就是说，因为老师现在开始做 VR 的东西，它又跟现在这个原作就是它还有实体，可是老师现在做的 VR 虽然有一个移动的机具在，可是内容还是一个纯粹的数位内容。那老师针对如果有没有想过说，当这样的内容东西被典藏之后，他就是老师有没有想过被典藏跟保存这件事情这个问题？现在在做 VR 的东西就比较好被典藏，因为它就是一个程式档案嘛。那电脑反正怎么样演变，它只要那个程式，除非有一天那个 Unreal 跟 Unity 公司倒了没有了。100年之后没有这种东西，除非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那一旦那个软体没了，这个作品就不见了。所以不知道这个还是会有消失的一天。那我不知道，现在我自己是认为这个
因为当代的人，每天生活在网络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这个，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会接触到虚拟大过于现实世界，这种认知已经慢慢普遍被接受。然后科技又那么发达，我觉得人的虚拟身体和虚拟的感知会慢慢慢慢跟原有的身体的感知慢慢融合在一起，它不会被取代了，因为毕竟人会死亡，血肉之躯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生下来就有的那种无感经验是一定会存在，但是会慢慢跟虚拟的科技产生出来新的那种身体知觉，两个之间会重叠，甚至于大过原来对原来的身体知觉的这种需求，我觉得会慢慢大过，因为毕竟它超越了物理的限制和死亡的限制，让人可以飞啊，或者是自由。当你说它是个幻象也对，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观念会比较偏向是东方的哲学思考，我不知道，就是十七世纪。西方的哲学史从存在主义已经否定了那种形而上学，就是原本世界上有一个原型和一个理想的形状，那个东西在十七世纪已经从到现在，到包括我们现在的整个后现代，所有的美学在探讨的东西都是比方说我们现在受双年展影响，全部都在探讨所谓的实体空间、实体的地球、人和人的冲突，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就是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面产生出来的议题，因为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一概不去讨论，这是当代的现象学、当代的后现代的所有理论一个重大的依据，因为它是唯物论导向。但是虚拟实际这种科技的产生，当它你用现象学来讲，它还是一个假的东西，但是你回到古老的哲学来看，它其实并不是一定是假的，因为，如果你相信潜意识，在潜意识里面，在做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原来脑袋里面就有的东西，然后 VR 只是透过一个现代的科技把脑袋幻想出来，或者是原来就产生出来的影像给还原。那我打个比方啊，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东西，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幻象，不是只是 VR 而已，全部都是幻觉。这不是我讲的，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尼采在一两百年前就在讲这个事情。我们生活在台北市，台湾最典型的那个建筑就是骑楼嘛。然后你到中国大陆，到上海，你会发现整个都市风貌又不太一样。你就到更大的文化差异的场域，比方你到巴黎街头，那个整个街头的氛围就不一样。那你把整个城市就当作一种符号学来研究，符号学就是人类透过自己脑袋的一个对一种理想世界的一种幻想，慢慢慢慢想说，他要在他的真实世界把脑袋里面的那种理想的世界的形状给形塑出来。所以台湾的台北市形塑出来一个非常巨大的台北市的符号，巴黎塑造一个非常巨大的巴黎的符号，那你说它是真的吗？如果用哲学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幻象，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幻象。那你有人在批判 VR 是一个巨大的幻象，我觉得也不是。那这种东西是不是我们人类其实是透过科技把原来就在脑袋里面或潜意识里面就有的一些理想的形状把它展现出来而已。所以我觉得人慢慢走向新媒体，慢慢走向虚拟，而且是虚拟慢慢要跟实体的这个整个感知融合在一起，一定会有一种我觉得在人的自我存在的思考上面一个很大的变革，就是形而上学会重新回来，重新会被人类探讨，而且很快。所以现在我不知道，当我讲这东西不是危言耸听，或者说也是妖言惑众啊。
我想绝大部分的很多当代的美学或者很多策展人很不以为然我现在讲的一个话题，就是形而上学会不会复兴，会不会再度复兴？我觉得未来再过5年10年，每个人身上那种虚拟实境的装备都是基本配备。你走在街上戴着眼镜，所有东西全部都虚拟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物联网，你的所需的资讯全部在你的眼镜和你的视觉里面会出现。它可能大过于你对实体空间的需求。我不知道，就是会不会颠覆现在所谓的后现代这套美学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不知道， 我在玩虚拟实境主要的动力是在搞这个，不是在说真的要玩一个很炫的东西，然后大家看到一个很棒的场景。其实主要是还是在引导观众去思维，有没有可能我们未来整个的人类的思想史会大翻转。谢谢老师。对，其实我觉得又回到，其实可以老师重新思考，然后变成是虚，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又回到有点像宇宪刚刚说，其实已经颠覆，就是旧新媒体艺术或是科技艺术这种保存这一类作品，已经有点颠覆我们对过往那种实体物件，或是油画、绘画类或是雕塑类那种实体的一个保存的方式。然后我们也是在试着寻找一种适合的方式，因为其实国外他们做了这么，应该说他们累积了这么久，他们也还没有抓到一个真正的方式。而且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是公平的，是说他们其实早比较早的经验，其实还是在于他们同时有一种类比式的那种媒体艺术的作品存在，所以他们有一套那样的一个保存方式跟应对方式。那跳到数位，其实我们的起跑点有点算是都是同样的，所以未来我们要怎么怎样让这些数位原生的作品，包括 digital 的这些作品，怎么再延续下去，其实都是大家一起要去思考的这样子，对吧？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场域叫做概念美术馆的原因。对，那我们过去对美术馆的认知可能都是立基于物质的实体空间，但是，当我自己老师刚刚在讲符号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们就是试着要找到老师这一件作品的符号，然后老师脑中所想象的那个在虚拟世界当中想，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艺术家他有了一个想法，然后试着用当下的技术科技去实现它，也就是艺术家他自己的是创作世界里面所独有的一个符号。那这个符号它只要在未来能够被用任何形式被捕捉或是说再现的话，其实就观念这个角度而言，我自己觉得是虚拟实境是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工具，包含说如果像老师刚刚所预言的那个样子的话，我们未来要接近虚拟实境里面的作品，其实是比实体的作品可能还要再来得更亲近的吗？就是如果说未来大家都习惯数位的一个状态，习惯数位，对，然后戴着眼镜走路，虚拟的东西的时候，他看到真实的他会怎么样？保罗维西就有讲一个状况嘛，就是意外嘛，除非说整个的科技全部停板了，就是科技界面全部都不见，消失不见了，人回到人的血肉之躯才会重新再回到真实，否则的话就一直在虚拟里面，虚拟可能会大过真实。这个也不是虚拟实境才有的情况，其实整个人类的传媒科技发展的已经，现在大家都是每天一定要需要传媒了，就已经是这个情况。那不知道，就是除非唯一就是刚讲的状况，就是比方说台北发生大停电，所有人都不能上网，或者是那外星人入侵了，然后大家面临到密集的这个死亡威胁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人会面临死亡是完全是唯一可以去战胜虚拟实境。但是唯一的一个东西，很可惜，就是就博物馆学上所谓典藏保存这件事情，是我死了，这件作品最好还继续活着，就是违反自然的一个概念。对，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违反自然的一个学科，所谓的典藏保存，所以我们才会还有办法看到好几年前的罗塞塔石碑，然后蒙娜丽莎之类的。但是所以才会觉得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来解套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不再用传统的典藏保存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然后我是还蛮好奇，意为自己也是在使用这样子的数位媒体以及虚拟实境 ARVR 这样来做创作，你对为什么会选择，然后你觉得有趣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到完全一模一样，那为什么我不干脆直接录影，或就是把它做成 VR 的那个影片就好？为什么要另外再重置一个？因为像是如果我要还原一模一样，我甚至连光墙上面绿色那个光要多绿，还是要浅一点的绿，还是要深一点的绿，或是要黄一点的，其实都是需要考究。所以其实像我这个绿色，我其实只是根据他当时展览的照片，然后我用就是 PS， 然后滴一下颜色，然后就直接套上去，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你保证说那个绿是当时候一模一样的绿色，然后它亮度是不是也对，不然的话其实还要去，就是还要测量过说它当时候的那些设备啊什么的是要一样，甚至像里面的烟雾，如果当时候的烟雾因为是现实环境，所以你没办法掌握它，你没办法知道说烟雾是怎么飘，但是在 Unity 里面我可以控制说烟雾要往哪边飘，然后要就是要多密，然后要多稀疏这样。好，我们还有没有观众想要发问？对，我们剩下最后五分钟。有人想问问题吗？好，那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觉得就是，最后就是工商宣传一下，还没有预约的人可以上那个台湾数位艺术中心的网站，然后因为这边开放的时间就是一到五的早上十点到五点六点对，然后可以上网做预约。另外因为今天其实比较 focus 的重点是在原作以及虚拟的部分，对 VR 的部分。那实际上关于真的比较在讨论所谓的新媒体艺术典藏这件事情，我们会在十月底的时候会有，会是在十一月，就是中间我们九月差不多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九月十月都还会有一场讲座，然后下一场是我们请那个艺评人王博伟老师，他跟我们另外这边的技术总监会来做一个关于这场展览的一个对谈，然后在下一场就是我们会再回到就典藏保存这一块的一个部分再做比较详细的讨论。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谢谢，然后谢谢老师。